承炫与相恋两年的女友安以轩分道扬镳，并与戚薇假戏真做谱出恋曲。尽管当事人并未回应此事，不过近日李承炫在某跳水节目中多次比出戚 V 的手势，随后在微博中贴出两张自己在跳水节目汇总比出戚 V 手势的照片，明确承认戚 V 就是戚薇，似乎是默认恋情。五月五日，戚薇在北京举办自己的新歌《仙侠世界之错过》3D 双城首映会，拍照时她照例比出代表自己的手势戚 V， 不禁让人浮想联翩，难不成戚薇是在默认两人的恋情吗？新专辑 L2V 秘密是戚薇的第二张个人专辑，有传专辑名中 L 正是李承炫名字的首个大写字母， V 则代表戚薇，对此戚薇称，所以 L2V 可以理解成为李承炫 to 戚薇吗？这个我也说了，大家只要高兴就好，但是其实我们没有这样子设计，我们比如说 Love to 戚薇或者 Life to 戚薇都可以，如果你觉得就是非要这样，那只要你高兴就好。采访中，戚薇对李承炫赞誉有加，大赞其帅气又可爱，似乎是认准了这段感情。一向直爽的他更是放出豪言，我觉得不论是任何一段感情，如果说真的值得珍惜的，我觉得就不应该要错过。这个是乐视娱乐北京报道。